在我身后这栋楼呢实在是太危险了，所以这边的工人呢要把这个楼呢整体都拆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产生了这么多的垃圾啊都没有地方堆啊，所以堆在这个大街上广场上，人是没办法走，只能踩在垃圾上走。哇，现在我是冒着生命危险钻进了这个就要崩塌的这个他们这个办公室啊。其实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这就是一个它是卖颜料的一个商店啊。这个商店呢卖的什么颜料呢？就是制作唐卡的这种颜料，这边还留了一小瓶制作唐卡的颜料。哇哇，这老板让我钻进这个小洞洞里。哎呀，哇哇，这么小。哇，这是用生命神命在于。哇，是不是很吓人啊？这个房子整个啊，从这看啊，你们看整个这个房子啊，左边这个墙是鼓出来的，如果再有一点力量就塌了。I'm take a photo. OK. 哇，这个女孩洗衣服。It's your home. It's your bed. It's your home. 哇，这床，床在这里。Hi. Your home danger. Danger. You living here on outside? Yeah. Now. Oh yes. 小女孩叫什么名字？ What's your name? 徐碧雅。徐碧雅啊。啊，金额 ，How old are you？ 10。哦，他们家呢是一个什么？他们家是个裁缝啊，他们那个缝纫机在这放着。他爸爸是做衣服的啊，看来就是今天还要维持生意，所以才要在这一直待着啊。那人把衣服脱了之后，就把这个胸毛亮出来，在那刮啊，可能这个。男人看了还行，女人看了可能会觉得特别的吃惊啊。哇，这么多志愿者都在拆房子啊，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这些房子碎倒了之后碎得很粉碎啊，粉碎性的倒塌啊。fiv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twenty-five, two, fifty rupees.Hi, I give you this. No problem, no problem. Thank you. No problem. Okay. Okay. This work how long? How long time? Actually, it was that crane destroyed it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We were starting work just this week. People dead? Dead? Yeah. Yes. Like my grandmother and my and like that house belonged to my grandmother, and like at the first quake, she actually my grandmother and my aunt. What? What? What I know? Point up. She said, give her money.I understand. I give you money, you give me what? 我的哇，这个人把我叫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What？ 哇！他把我呼，他把我呼唤来，你看这边有几个大蛇在那一边在那嘲笑啊，嘲笑我们啊。It's how much？ I one yes one I want to give this yes yes okay。我呢不能给那个大妈给钱哦，我还是给那个。刚刚那个大姐哦，送她一杯奶茶吧，我就买一杯奶茶送给她。我觉得人家问我要钱，我就给她钱是不合适的啊，所以我觉得请她喝茶这个比较10卢比啊，很便宜啊。我们要知道，无论是印度还是尼泊尔那个奶茶，他们是一粒儿一粒儿的，然后呢放到这个奶里面煮，也就是说他们不加水啊，就是直接把那一粒一粒的茶放到这个里面煮啊，有阿萨姆或者是其他地区的，这是 OK， thank you， 他们独特做法。I give， Hi，
Hi. I give you. Yes. No. Yes. You want? No, not. Yes, I like it. You drink. I know drink, yes. 他不喜欢。Okay. You don't like? I don't like it. No, 我就给翻译吧。你小翻译来，谢谢啊。No problem. 来握个手。My name is Bibek. And you? My name is Lei Tan Zhang. Lei Tan Zhang. Okay. Thank you. Bye. 马路旁边啊，有很多这个尼泊尔人正在这边做这个烙饼啊。他们这个饼呢，其实呢，跟我们煎饼有点像啊，就把这个面和成一团泥，然后贴在那个油锅上。他刚才那个煎饼的时候呢，不小心给翻到地上了。翻到地上呢，然后呢，不干不净又捡起来了。刚才掉地上之后，他又捡起来，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卫生啊。不过，哎，小本生意嘛，他又习惯，他习惯，我就习惯。放游戏系的就往嘴里放了 ，OK。酸酸的。9. 这个里面什么味道？外层是那种脆脆的，然后呢，里面呢包着那种酸酸的水，还有辣椒，这炒出来的豆子。哎，我突然发现那个尼泊尔人特别喜欢吃脆的东西啊！要么那天那个就军人啊，不是给我一袋那个干脆面吗？和他们送我的，原来就是类似这种东西啊。哎，你看我刚刚吃这个豆子，包括我吃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里面有汤的那个东西，也是脆的。看来尼泊尔人牙好，胃口好。哇，一个苍蝇掉上去之后，我觉得，反正，我记得我在尼泊尔这边睡觉，还有一只蟑螂爬到我的枕头上，我都跟他谈，我都不在乎。订阅冒险雷探长节目，雷探长会每周抽出幸运观众，寄出亲笔签名的限量版明信片和更多国外奖品。只要打开冒险雷探长主页，鼠标点击订阅，你就成为了全世界最幸运的观众。哇，我这个行李呢就被他们放到这个车顶上去了啊、哦！这也是抢生意啊，没有办法，他这个行李就是往这车顶上放的。哇，这车感觉很小啊、哦。这车特别小，但这车应该便宜点吧？但这边车包感觉我的包这个仓子里都是放不下的。他早上上车都是开这个开门的坑里。今天我乘坐50卢比的小巴，前往喜马拉雅山下的小城博克拉。博克拉在尼泊尔语中是湖城的意思。据说这里的山神和湖神会在夜间游荡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为博克拉祈福。据说曾有人亲眼看到过山神和湖神的出没。哎呀，我现在要靠近了啊，因为这是这个单手滑桨，所以我只能，这个拍完我说话，我才能再继续滑啊。I'm to there or there? There. There, okay. 哇，你说我自己划船过来哦，就很别扭。刚才那个船没划好之后搁浅了，我是往前划也不是，往后退也退不动。哇，这里有一户人家哦，我们就冒昧的去问他这点路怎么走啊。Yeah. Yes. Oh, there. Oh, this a baby? Daughter. Oh, daughter. Yeah.Oh, is your sister?
Oh, it's a very beautiful sister. 这边有一个 toilet， 旁边放了一个小水缸子，知道干什么吗？那个就是用来洗屁股的。然后旁边的这边有一个两个水桶，是他们是用来生活用水的。不过这个水桶呢，跟这个厕所的位置也太近了吧？啊，这个狗来追我。哇，很有意思啊！在这个日本山庙法寺门口呢，有一只狗狗居然偷了一只鸽子哦！哎呀，这佛祖会不会怪罪它呢？反正是狗嘛，它又不修行，但是在这个寺庙门口，它在这吃。哎呀，是。看那个小沙尼呢，应该是一个尼姑，好像他就在那边，在那一直诵经啊，然后我就没有打扰他，我就悄悄走了。哎，只能说，借这个世界和平塔呢，祝福世界永远和平。哇，这个摄像机架在山上自拍好难呀，一方面下着雨啊，但这山很挺神秘的啊，因为你总走不到头，而且我发现啊。在这不能乱说话啊！一说话呢，好像神灵听到他就给你下雨，真是这样子。所以这一路尽量我们还是少说点话吧。哇，哇，这真够滑的！哎，这还有一条大虫子！哎，我们看一下！哎呦呦呦呦呦，看到了吗？哇，好大一条虫子呀！哇，好像我怎么又往上走了呢？现在天色不早了。我还没有走下山，哎呀，这里太奇怪了，我得要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哇，这个山洞，刚才我看到有一个寺庙，但这边的山洞也是越来越小，就住在这样潮湿的山洞里。你说这种山洞里面，这种潮湿怎么住？哇，好黑呀！是把灯开开吧。哇，现在看到我脸了，哇，都没人呢。I'm no fool. I'm hungry. Yes, I'm hungry too. I'm hungry. It's your home. Yes. Okay. No, that's home. My home. It's your home. Yes. No one hungry. No one hungry. Hungry too. 哎呀，我就得抓紧跑吧。哎呦，奇怪，我怎么又往上走了呢？哎，哇，看到了吗？天都黑了，我刚才也迷路了，是真迷路了，就是因为走错码头了，碰见那几个无业游民的，哎呦，跟我说小心一点，天黑了我只能开手电了，而且路都是湿的，不好走，眼睛也湿了，都是水啊，浑身都湿了，湿透了，有汗水，有雨水，哇，今天会不会碰的是鬼打墙呀？因为我刚才看到的那艘小船啊。孤零零的，我以为是我的船呢，原来近看一看是个破船，鬼船，没有人的船，天哪，太可怕了，这么黑让我滑回去，太吓人了，哎呀，哇，刚才那艘是鬼船，哎呀，我得擦好，我得要滑，我得远离，我得赶紧远离这个费瓦湖，哇，那艘船，我现在想起来都很害怕啊。但是我得自己先得把它推到水里去。哎呦！哎呀，好了，船已经到水里了。现在我得跳到水里去。哎呀！哇！现在我已经来到船上了。回想一下刚才我迷路的那个情景啊！哇！太可怕了！哎，为什么我按正常的这个道理下了船之后，我却看到了一艘单独的一个船呢？又是一艘鬼船！哇，好奇怪今天的经历！哇，为什么大夏天的会
冒冷气呢，看到这画面里是不是在冒烟？哇，不多说了，我们赶紧离开这个湖。哇，已经是夜里了，快划。但是我总隐隐约的听到这个什么声音啊，远处有很多浪在向我袭来啊，可能镜头它拍不到那么的黑啊，但是我好像听到有什么声音啊，哎呀，我觉得特别的恐怖啊，让来我们仔细听一下。哎呀，我得赶紧滑。救命呀！救命呀！因为啊，这晚上还要下雨啊。哇！我刚才看到就远处啊，有一个就是那种就小点儿，然后它跳了一下之后，那个扩散起一个很大的那种浪啊。哎呀，应该是鱼，但是我觉得鱼不应该有这么大吧。往那个岸边去滑。哎呀！天哪！哎呀！哇！哇，四周好黑呀、啊！哇，这里有很多这种空船哦，船都是空的，你看只剩架子了。哇，这怎么回事？这湖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船呢？哇，好多的，哇，好多的鬼船，这怎么回事呢？好恐怖呀！我得赶紧划。由于没有灯塔，我在湖中心迷失了方向。其实在我的旅途中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奇遇，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停止探索世界的脚步。因为船停在码头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广阔的原始森林也是动物们的埋葬地。下一集，雷店长深夜潜入动物的墓地，探寻大象临死前的最后一滴眼泪。Thank you.